问题在于，天下断不能由秦一统，秦法若不废除，天下由秦一统必危呀。嗯，若是此说，苏兄何不劝诫张兄，使秦先废了秦法，再行一统，岂不为美呀？哎，在下想过了，这是一道死结，行不通啊。哦，何以行不通啊？秦若废法，则难成一统；若是不废法，则一统可成，天下却危。孙膑微微点了点头。苏兄果是思虑深远呐。纵横之争关乎天下，苏兄任重而道远呐。